旧的旋律装满了回忆，伴着我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里，落在时光里的你是否和我一样会叹息？如果多年以后那曾笑谈着的结果，谁曾想过真的败给了生活？至少我曾义无反顾勇敢过，就算会落寞，就算错过一样值得。多年以后你依然还在我身后，拥抱着我路过窗外的即将到达的路口，这如果也是一种结果。吴作为，你上前面的车，下次提案你就别参加了吧。以前我们董事长从来不露面。哎，我还没上车呢。哎呦，下不为例，我以后啊，我也不想光做这样，天天给你当司机吧。我还没上车呢。我手机也在车上呢。乔子深是吧？陈董，陈，吃恩陈。嗯，国外留学回来的？啊，我哥大的。哼，我还弟大的。哦，陈董弟大的，那您可真是跨专业了呀。嗯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我 ACCP MCIA BEC CITTA 的证书，还有一个翻译专业的证书 ，CCTV， 哼，哎，优秀，优秀，我都有点看不过来了。下一位吧，回去等我们消息哈。这，期待你的合作，陈总。下一位，没想到陈总招人的标准还蛮严格的。下一个，张冰如，这名字一听就是一个气质美女啊。自我介绍一下吧。你好，张冰如。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我喜欢运动。体脂多少？15%。平时卧推重量呢？差不多体重的2.0加。你是体育大学毕业的，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呢？广告业里我最会健身，健身界里我最懂广告。优秀，我觉得他就很好，就定他了。老板，我敲门了，你没听见？哎呀，姐，没人的时候直接叫我陈同刚。陈同刚，你这是招的什么人呀？一没学历，二没资历，工资还开得这么高？他身材好，自律，这种素质是可以带到工作中来的。招人是个技术活，能不能交给人事办就行了？你让我去的呀？我让你去看看，我让你掺和了吗？哎，我是老板，我要有点存在感的，对吧？老板只需要在发工资的时候有存在感就可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招的人我没有动，但我让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乔子琛来上班了。
他也可以，身材挺好的，练过。五六七八，加油！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加油，保持。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昨天加班到凌晨，保持。一上班就要做高强度的体力训练，我觉得再这么下去就要猝死了。赶紧回去休息。好吧。来，继续跟我做，注意呼吸。坚持，最后一组。好，放松一下。跟上，跟上，三点钟有伏击。你怎么这么容易死？哎呀，知道了，装备跟上嘛。姐，姐，买窗户前能报账吗？继续，继续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自己上去，我都让等你了。哎，干嘛呀？你们闺蜜吃饭就吃饭，拉着我干什么？哎呀，你快点的，人家点你名了。点我名又不是翻我牌子。陈东刚也来。我跟他更没什么好聊的了，一傻白甜，我都让他走。哎呀，你快点，赶紧的，走。你好，这边请。来啦。我点了几个前菜，剩下的你们点。啊，没事，我们随便，你们想吃什么点什么。今天这顿饭我请客。哎呀，这顿饭还是得我们请，快坐。主要呀，我还是要感谢明宝对我们家小陈的鼎力相助。哎，你们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啊？你们俩都结婚大半年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俩呀，结婚纪念日就是我跟小陈正式在一起的日子，这以后纪念日都可以一起过了。哎，小陈，最近这老板当的怎么样了？哦，我还在学习呢。我们家小陈现在在上珠江商学院的总裁班，是吧？嗯，总裁班同款财务管理，忘课。那以后得叫陈董了。陈董还是那么谦虚。陈董啊，进步很快的。那个哥，我已经给明姐升职加薪了，哪天去公司看看。有什么不满意的，你可以再提要求。明姐可是我们公司的功勋员工。小陈，你这个位子就是个闲职，做做样子就行了，不要那么认真。可那怎么行？我想好好干的，我要向明姐学习，学习明姐的敬业态度。为了工作，明姐连孩子都没抱住。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？不过啊，我们可得把话说清楚，咱们可不是普通的劳资关系，可不能再发什么律师函了，这多伤感情啊，是吧？我本来以为今天是个私人聚会，没想到这还是甲方乙方啊。我这不是随便聊聊吗？哎，我听说这个陈董进了公司以后，这公司的企业文化都变了，天天全体员工一起撸铁。员工福利嘛，福利，这对有的人呢叫福利，对有的人呢就是折磨。所以说呢，这人啊还是改不了出身。什么出身啊？我理解你，就算扼不住命运的咽喉，也想跟命运掰个手腕，但是总是忍不住的退回自己的舒适区。行了，别说了啊！来，咱们来喝一杯吧，小陈。劝君更饮一杯酒，你有我有，全都有。你们喝酒，我开车了。你好，服务员，一杯清水。你们家杨征吃错药了？这小陈招他惹他了？补什么犊子呀？父母爱宝。
你不护犊子？哥，你这体态有点问题啊，有点圆肩，脊柱还有点侧弯，这颈椎还有点前引。你这长期伏案工作造成。小心一点，平时注意。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我这工伤我光荣。顶梁柱，自封的吧？我养得起你就养得起这个家。你养我？你那点工资，交完月供还剩多少钱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小家小业的跟你们没法比。我老公啊，拼死拼活的挣点钱，脊柱都侧弯了，还想当顶梁柱？是，我再努力跑，充其量也就到别人的起跑线上。但是我不装啊，我什么样就什么样啊，不像有些人，每天看朋友圈，好像做着十几个亿的买卖，还以为福布斯榜上有名呢。哎，小周，我没说你啊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命运的馈赠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，不是不打脸，未到打脸时。哎，小周，我真没说你的意思。原来你没喝酒啊，哪来那么多醉话？没有，哥说的挺好，说的都对，我们一起走一个。你们忘我刚喝完。你好，您的龙虾粥。我来，我来。小慢用。小心烫啊。对女人好是男人的天职，杨正，就疼女人这点，你真不如我们家小陈。我老婆不爱喝粥。看不得男人没个男人样，人家怎么没男人样了？人家比你绅士，那叫绅士，那叫献殷勤。你哪来那么深的成见呢？我没成见，我说事实。这个杨征也太小气了。哎呀，我看出来了，他那个西装啊是贴牌的，点个菜啊翻来翻去的看菜单的价格。我不是说这方面。那你是觉得他挤兑我，你替我打抱不平？你看看他那话说的啊，这话里话外都是酸臭味。哎呀，我压根就没往心里去。嗯，你没往心里去就好，反正在我心里啊，你就是最棒的，比他强一万倍。拜托啊，大哥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以后留点面子行吗？拜托大姐，你也没给我留面子呀。什么叫拼死拼活挣那么几个钱呀？以我现在能力，照顾你的生活绰绰有余嘛。哎，那我奇怪了，我们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吗？有啊，你说的更好生活什么呀？几千万的房子，几百万的车啊。哎，沈面包，你不是一个这个贪慕虚荣的女人啊，对不对？你清醒一点吧，好不好？我们是过日子的人，我们是老百姓。这跟消费能力没有关系。我跟薛可欣，我俩是最好的朋友。哦，你最好的朋友收买了你现在的公司，你在给你最好的朋友打工，你觉得这个友谊没变味吗？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！这往哪儿开呀？不是回家吗？我公司垂死病中惊坐起，笑问甲方该哪里？为了让老婆追求更好的生活。我得加班啊。哎，吴总，大周末的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我过来拿点东西，没事，忙你的，啊，辛苦了啊。吴总。哎，好。等等，又加班呢？啊，加班！你这干嘛去？今儿不周末吗？我约了客户打球，过来拿球包。哎，
周末你没节目啊？跟我打球去。周末我看一下，不行，周末加班。哎，别动，别动。哎，怎么了？这眼袋，这气色，最近是不是内分泌有点失调吧？失什么调？托盘让老婆给气的啊！没有，我就是方便面吃多了。什么方便面吃多了？你们部门那超男最近开始跑马拉松了。马拉松什么概念？这什么劲头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跟他老婆不和谐。懂了？不是，我说老吴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干什么呢？每天你们这点人干什么我都知道。你啊，也找个什么运动运动，出出汗就好了啊。行，你赶紧走吧。你这么过去？哎，我不去，我加班。那行，你加班，我走了啊。少吃泡面啊，多运动。喂，打牌啊？好的呀，好的呀，我要来的，我还带男朋友一起来的，好啊。正好你们人齐了，好好打吧啊。我麻将不行啊，你们女人打，我来伺候牌局。这不又是三缺一了吗？哎，李正红。你再不来，那就没意思了呀。就是，阿姨，我不喜欢打麻将。再说了，我还要去做志愿交通协调员呢。哎呦，你搞得像真的一样啊！你不去指挥交通，人家司机也知道红灯停、绿灯行的呀。哎，不会乱掉的交通秩序。是呀，妈，我妈来了是客人，你就打两圈吧。哎，你看，她肯定是怕输钱，不敢来吧？谁怕输钱了？什么输不输的？打麻将是沟通感情的重要社交手段，就是玩两圈嘛。行吧，我就陪你们打两圈。最近我们明宝心情不好，让我们明宝高兴啊。谁的明宝啊？我们明宝啊，我们明宝好不好啊？你还打不打呀？好啦好啦，大家的明宝，全家宝，快点来。哎呦，老顾，没事。谁的老顾？哎，你没事吧你？哎，你那怎么真没事？来，收拾你。没事。你说你欠的水，别跟摔一跤，你还能干点什么呀你？是我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说他了。你老顾有没有摔到哪儿？骨头要不要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要。人家已经说了没事了呀，没事。说就把出去吧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来出去吧，我来抓手。哎，正好咨询你一个关于你们女性的问题啊。嗯，好啊。作为一个职业女性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作为一个职业女性的理想就是不想工作，想躺赢。很符合你的气质。你说你嫂子怎么就那么喜欢上班呢？怎么可能？谁愿意每天挤着公交车上下班啊？周六日还要被叫来临时加班，有趣啊！老大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就是人各有志。你有你的蜜糖，我有我的砒霜。来来来，看看我的百香果细乌龙。七条。嗯。哎，谢谢老顾啊。还有两杯，等一下啊。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行，砒霜。来，美女，谢谢叔叔。七万，明宝。哎，谢谢叔叔。干妈真是好福气呀。这算什么呀？男人嘛，都是要调教的呀，对吧？这点啊，我们都得向您学习。我觉得吧，我们家这个杨真的有些做法我也是不同意的。你说明宝这么干练的一个职场女性，非得让她辞职在家当家庭妇女，那不是浪费了聪明才智了吗？啊，可不是吗？我们明宝啊，跟社会上那些好逸恶劳、好吃懒做的女孩不一样。阿姨，这谁好吃懒做、好逸恶劳呀？你呀。
您这一杆子可打翻了一船人。可心啊，可心啊，你别误会，我这哪说你了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家庭条件好是吧？哎，明宝啊，嗯，以后等你生了孩子，妈给你带，我呀一定把我的孙子孙女培养得比我们家杨真还优秀。行。哟，那我们明宝也是硕士生啊，那是人家自己努力的结果，我就没把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。哎，肖素云啊，你就是这点好，要不说人家一看明宝知书达理的，谁能想到他有这么个妈呀？他妈怎么了？哎呦，你这个人说话很怪的。行了行了，我两位妈妈，你们俩都是教育高手。等我以后生了孩子呀，你们俩可都责无旁贷啊！那当然了。你看，我就说这麻将好吧。要不是我呀，你们这一家子啥时候才能坐在一个桌上聊天啊？哎呀，要说这麻将啊，像我这样的退了休的打打麻将还可以，你们这么年轻，整天调桶问，那不青春都浪费了吗？可惜了。四筒，杠，花了。你说你能不能出点好主意？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讨厌死了这个人。哎，你好。啊，对，我是杨征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老头走的时候没到嘴吧？好，我回去会处理的。谢谢你们通知我。怎么了，老大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交给你了，我再走一趟。哎，老大，哎，哎，亲家母啊，你家老头是什么时候没的呀？20多年前就没了。那你干嘛不再找一个呀？我干嘛呀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找一老头来啊，我伺候他呀？那怎么行啊？我还得留着精力伺候我孙子呢。哎呀，找保姆啊！你们家杨征赚这么多钱是干什么的呀？是花的呀。哎呦，我可没那么烧包。哟，儿子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的程序员女婿回来了。今天这么有兴致，怎么打起麻将呢？这位是？哦，这位就是你顾叔叔呀，你知道的呀。啊，顾叔叔。我这，哎，不是说要加一天班吗？啊，我出差回来拿点东西。去哪儿啊？啊，去东北。来了，该谁了？哎，明宝，我要出趟差，你进来帮我收拾行李呗。哎，杨征，你这有手有脚的，自己收拾吧，别把老婆当成老妈子了。我这手风正顺着呢。怎么样？明宝，你电话啊？我爸去世了，我要去东北办后事。哎呦，我突然想上厕所呀！行了，先去吧。等我一会儿啊！你这事儿怎么这么多？哎，马上！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爸不是20多年前就去世了吗？8、9年前的电影票了，留着它干嘛？当年跟我爸一起看的。我研究生毕业那年，老头联系到我，背着你妈。必须的。嗯，你爸这是意外？车祸。人走得快，没什么痛苦。那这是奔丧呀，又不是出差。这事儿得跟你妈说。怎么告诉她？老头曾经出轨，我妈一直没原谅他，把他当仇人，而且我妈根本不知道我们两个还有联系。怪不得，
怪不得家里一张你爸的照片都没有，咱们办婚礼的时候他也没来参加。我去处理我爸的后事，你在家好好陪吧。嗯。这就走啊？啊，那你们好好玩吧。啊。哎，徐桂琴，别把老婆带坏了啊！去你的！顾叔叔，走了啊！哎，你路上慢点。啊。这事儿要一直瞒着你妈妈。有合适的机会，你替我跟她说了。行了，快点吧，你俩别嘀咕了。就是，就等你了，快点儿。走了。路上慢点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嗯。快来快来！妈，你等等我呀！哎，我爱工作，工作爱我，但是我今天必须得请假，因为我家里有事儿。不就是脑包会议吗？我先上去睡不就完了吗？我保证秒回，绝不耽误，行吗？好，辛苦你了啊！妈，妈，你等等我。妈，哎呦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老李，哎，来，好久了。哎呀，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，大伙都等着我呢。啊，哎，来了，行了，回家再说啊。来来来，大伙练起来。哎，站好了，分开了啊。你是不是还得站这里？妈，妈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睡。这不错啊，麦片吃了还不会发胖、啊。哎呦，买一送一啊，就它了，来。哎呦，快！妈，哎，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啊？我今天休假。休假？有点事儿跟您说。啊，说吧。哎呦，喂，老大，你是不是觉得提案离了你不行？你能不能看看咱们的工作群？你们那个组上下一片哀嚎，等着你定方案拿主意呢。妈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说吧。您先把刀放下，我怕您拉着手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切了一辈子土豆丝儿，从来没有拉过手。说吧。说。为了保持您一辈子切土豆丝没有拉过手的记录，我还是一会儿再说吧。既然顺便，稍等一下，你还得签个字儿。告诉我妈了吗？还没找着机会呢。你先铺垫一下，让她有个思想准备。你自己告诉她不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有苦衷。子欲养而亲不在。父母等了一辈子，等孩子说谢谢；孩子等了一辈子，等父母说抱歉。
吧。嗯，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赶紧的长胖一点，太瘦了养不住胎，知道吧？现在这个任务很重要啊。妈，有一种瘦啊，叫你婆婆觉得你瘦，不是养的膀大腰圆才好生养的。哎呀，舍弃自己的身材换来家庭的稳定，这你干不干？不干。哎呦，哎呦，受伤害了。啊，我干，我干，我干。方法好，这也是任务完成之后，咱们就进行第二项。嗯，第二项呢，你要学会做饭，知道吧？女人会做饭这手艺很重要啊，管得住男人的胃，才能管住男人的腿。您这话说的，您做饭这么好吃，管住你老公的胃。说什么呢？我说好喝。妈，我再来一碗。杨真这个叛徒。揭我老底！拿酒来，红的、啤的、黄的、白的，随便。妈，你别光喝，来吃点东西。来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些年我整天整夜的奋战在高音高噪的纺织车间，奋战，知道吧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没日没夜的加班加点，心甘情愿的奉献。杨征他爸在厂里做一个什么小联络采购那样的，知道吧？那人呢就比较活络，外边认识的比较多。哎，那几年新语跳舞国标，有他没事就往舞厅里跑，一来二去就和那狐狸精王八看绿豆对上了眼。后来呢？哎呀，我还猜不出来。我这一辈子有两段啊，两个日子最难过了，一段是下岗，一段是离婚。那这两段日子哪一段您更难熬呀？要说吧，下岗吧，下岗的日子更难熬，离婚的时候呢也挺难熬的，但是还有工作呀，是吧？男人走了走呗，天又没塌下来，是吧？男人朝三暮四的，啊，外边弄狐狸精，我也不能哭爹抹泪的要死要活，是不是？是，咱得好好的活着，比他强。就是。冰宝，嗯，你知道我跟你说哈，今天我跟你说这些，就是咱们俩都是妇女同志，知道吧？嗯。我不是你婆婆，你也不是我儿媳妇儿，咱俩都是同志，啊，就是年长的妇女跟年老的，不是年长的妇女跟年轻的妇女传经送宝。妈，您说，知道我为什么支持你出去工作吗？啊，嗯，女人她必须得有工作，有了工作你才能够自立，才打不倒、打不垮、打不死。对，就像小强一样。没谁，妈。总之呢，您这胳膊肘吧都拐到我这儿来了，我真的是无以为报啊！来，妈，喝一个。哎呦，不用抱，你真不用抱。我跟你说吧，只要你们俩过得好，我就高兴了，知道吧？嗯。妈，我问您个问题啊。嗯。您说这么多年，您怎么就没再找一个呢？你看，我妈跟我爸。他们俩感情也很好，但是我爸走了以后吧，我就还是很鼓励我妈再找一个的。没呀，管我呀，啊？没有，找谁呀？二年前我都没找，二年以后我还找，我疯了我！别劝我，跟你说，谁也别劝我，谁劝我跟谁急。找一个，哼。那，应该不会是还没忘记杨征他吧？
么大钱还堵住你嘴啊？啊？错误道歉，其实我也可以原谅他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也没什么。我这人挺大的，他要真回来，那叫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咱家的饭桌上已经多双筷子，有什么呀？无所谓呀。那他要是死了呢？他要死了，我就跟着他去呀。你穿我衣服啊？舒服了。别吃零食了，菜都快凉了。这屋这么冷，你能不能把袜子穿上？要你管！你今后怎么打算？跟着你了，跟着我，我是有家室的人。电话给我，干嘛？跟你老婆聊聊啊。别闹，赶紧吃饭去。收了，收了，收了。嗯，哎呦，喝美了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喝美。嗯，慢点，慢点。坐好了，我来收，我来收，您甭管了。你收拾了啊？哎，把我的小账本、眼镜，还有你的手机都给我拿来。哎，嗯，嘞，我得记个账啊。今天这东西都是你买的。哎，哎呦呵，嗯。手机给我打开。你这微信里怎么这么乱？这付款记录在哪儿啊？我爸去世了，我要去东北办后事。那我来吧，这我来弄吧，您就休息会儿。你计算什么呀？这账是我的账，我可重要了，我自己来记。今儿也挺累的吧？别喝多了，快去休息会儿吧，这我来弄好了。你喝多，我弄我。开门去。开门去。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要死了要死了！哎呦，谁要死了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我说的要死了，不是人死了。哎，刚才很惊险啊！我跟你们讲，哎，明宝，我告诉你啊，刚才差点陷在小透明的狼窝里哦、啊。我跟你讲哦、啊，我想啊，谁是小透明呀、啊？老顾呀。我跟你讲、啊，老顾啊，他想占我便宜啊。哎呦，他还搞个什么烛光晚餐啊什么的，他就是想占我便宜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还好、啊、我脑子活络，我啪我就跑了，要不然我是的，我这个。就是个老不正经，哦，哎是啊，那个你都看出来了，哎呀，哎，太吓人了，您看我妈都来了，要不你们聊会儿天，别弄了这个，嗯，他一个人喝这么多酒啊，啊，我爸去世，我去东北处理后事。死了吗？怎么又死一回啊？哎呦，嘘，你小声点。哎呦，这种事情瞒不住的了，你要告诉他的呀。我怎么告诉他呀？他这么刚烈，万一跟他殉情了，我拦得住吗？谁给谁殉情？喏喏喏，你听到了？
他不会的呀，都分开20多年了，怎么不会的呀？我刚都问过了。你问什么？我问他，要是杨征他爸死了，他怎么办？他说他要跟他一块儿走。真的？哎呦我的天！哎呦！哎，妈妈，你慢点，干啥？陈爸，我家里的刀子啊、剪刀什么有没有放好啊？杨东方什么时候死的？前天晚上。合着你这一天腻腻歪歪的，想跟我说的就是这事儿，对吧？杨征他走之前跟我说，让我找机会把这事儿告诉您。我这不是一整天都没找着机会呢吗？哎呦，窗户关好了没有啊？小心他跳下去。哎呀，关了。仰望着高楼林立。我们像不像蚂蚁？拖着生活，踏着风雪飘零，悠晃在岁月的潮汐。我们跑丢了飘散了爱情，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，还好又能取暖的回忆。也自共度这风雨。